山脉在这里啊。它有要洗吗？这个才叫山脉。要。这个是山洞啊。哦 ，OK。然后原住民。我跟你讲，它怎么玩？你每个人要选一个种族，然后你要去占领地，每占领一块地得一分。占领地的方式是两个人，你要用两个兵才可以占领一个地。哦，就这样。你要有两个兵才可以占领一块地。如果那个地方上有其他的东西，包含人、山脉，就是其他等下子的东西，你就用二再加上上面的，每多一个就繁育加一。你如果要占领山，你要三个。嗯。那如果你要杀他，你就要两个再加一，然后把他移除。OK。那结束结算的时候呢，就是没有一块兵可以得一块钱。一个指示物。对。那叫做一个指示物，有魔法能力，所以它主要就是你要占领地，然后打掉别人，然后获得分数，这就是游戏的主要部分。然后再来就是直接选择的部分。OK， 好。那不是坏人，那是原住民，这叫原住民。原住民基本设定，坏人就是我们才是坏人，因为我们跑去打他，我们才是坏人。对。为什么要美国？印第安人。它里面没有原住民。那它是什么？一个山洞标志，像就是山洞挖矿法力，但是这些会有能力发动的情况，其实是要看你的种族。有个种族，像这个法师，他很喜欢有法力的那个标记物，会带给他那一块收入，就会再多跳一块钱。这是阿凡达，这边要不要阿凡达？那游戏的一开始，游戏我们会玩九个回合。那九个回合结束的时候，最后比的是每个玩家最后所赚到的金币，那边钱就好多种。那至于身体前面一大群这些零零口口的小东西呢，其实是有一些种族或是能力的时候会允许你拿取那个指示物。它是一个要塞。那游戏看你们要先拿五块钱。那游戏我们会先决定谁是骑士玩家，顺时针。那游戏的种族的选择，因为这边比较特别，这边会有两个数字，是顶这边。这边的数字啊，加种代表你选取的这个单位总共有多少只兵种，这样子加兵力吧，有多少只的兵力。那顺也就这样，五加五都是小6+4，就左右的数字相加就代表你选择这块。那这游戏顶多最后一个比较特别是，在每回合轮到你的时候啊。假设定你一开始先操控了法师，你可以选择一个动作比较特别，这个动作叫做没落。没落的情况下，你会把这只种族全部都盖起来。嗯，同时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某一回合轮到你的时候啊，就是轮到你的回合开始第二回合之后，你先说你不想玩这个种族了，这个动作我们叫做没落，把它覆盖起来。然后呢，这时候。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下，你的场上的所有这个法师啊，通通不管多少人都会不断的移到那一个地区只剩下一个人为止。那个就叫做没落种族。那第三回合会允许你再选一个新的种族，同时加一个没落种族，所以每个玩家基本上只会拥有一个加一活跃。要第三回合以后吗？是啊，你第一回合选，第二回合摸，第三回合再选，再怎么快，他不是有一个那个没落后可以马上选的那个？是我刚说基本上、okay. 有发生之后，那个才会比较特别。然后没落给你的好处就是，他一样会帮你征，一样会帮你征税，一块地都一块钱，基本一样会帮你收钱，但被打掉就什么都没了。所以你可以打。是，它是一个。这游戏进攻别人的方式也非常的单纯，一样的。你的军力只要等于对方，对方就是输。那输的那一方的玩家固定都只死一个人。感谢 Cindy 帮我分完钱，我一定会认真的把它分类分好分回去，否则就辜负你一片好心人。所以我决定你是骑士玩家。哇。啊，为什么？可是我不知道他会玩吗？没差，完全不知道。他们会，所以你要先啊，好吧？你先，然后梦幻第二嘛。那你第二的动作很重要，一定要打他。哦，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打他？示范打他。为什么要？那我就选兽人啊！你再叫我就要选兽人啊！然后雨阳怕被打，就先把兽人选走。没办法不打。对啊，为了广大的观众一定要打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！你看，一下把兽人选走了。
哇，哎、欸，你先说明一下为什么你要付钱？哦，对啊，付钱还没讲，为什么你要付钱？你刚刚偷偷拿了一块钱做了什么？偷偷做了什么？读一下。对啊。Andy，我接下来要约鱼丸，我接我先。然后这个戏的顺位这样选择，兵种这边其实也蛮特别，这边有一排都有六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选的时候就会直接让一加一一起拿走。那我今天故意选择这个顺位，那因为我选择了这个顺位啊，我必须要付一块钱，因为我略过了第一个玩家，第一个军队，就是这个种族我完全不想理他，否则我要拿他就不用付钱。可是应该谁规定他要排？就随机的、嗯，就是边刚刚好，刚刚好洗牌对啊，对啊，洗的类地游戏，我就只是按照顺序这样不断的拿出來。他是随机的，对。那你就说、哦，我好喜欢这个矮人，就要加一个追根。但是如果你要拿它，你就要付一二三四五块钱。所以刚刚游戏的钱就付完了。那接下来说其他后手的玩家，只要你选择其他的种族，就会顺便把上面曾经有玩家留过的一块钱顺便带走、嗯。那如果某一个种族越过次数越多，它上面可能累积了更多的钱。所以你选择他的时候，你会顺便把钱给带走。那我觉得今天折中，我想要选择这个，那我今天略过这个 Wizard 法师，我就要付一块钱给他。那我同时我就会先选走这个种族，然后送就 OP 啦。其他社会就会一直顺序往下掉。兽人要 OP 啦，有英雄，有十个人，我英雄只能拿来防守哎、欸，就够啦，我不能打你哎、欸。他叫我示范战斗，然后我现在不能打你，多为难啊！他只要把其中一个地区囤起来就好了，我打屁啊！我拿走两个小东东，他们是 Hiroki， 那基本上是我叫他英雄。那我今天获得的种族是五个加五个，那我这个能力在防御中我会特别介绍他。那我先讲我的兽人 Ox 的能力，在我的回合只要每击杀一个单位，我就银行就给我一块钱。就是兽人的。那至于你说这像一个准星符号，其实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任何一个玩家单位，它其实就是同于我消灭一个单位的感觉。那这游戏我来先示范。那第一个阶段包含什么？代表是我的进攻阶段。那我进攻阶段其实刚刚 A 组大概有介绍一下，如果这边甚至是一块空地呢，今天鱼丸想派遣我的兽人要来占领这块土地，我就要支付两点兵力，其实就是放一个、两个，那这块地就会被我打下来。那我选择再继续，为什么不从这边直接打，直接一路杀？人要去哪里？如果有其他玩家杀了我的人，我会死一个，那剩下的那个人他会回到我的手上。其实等一下梦幻大开杀戒的时候，你这边一路杀进来，或者这边一路杀进来，不是比较好吗？三六九，他只有十只，只能打三个。一定要从外面啊！这个只有哦，对，一定要从外进来，一定要不能空降，这些只有你有，不能，除非有特定种族说你可以空降。有特定种族好像哦，对，其实每个种族都很多。哦、好吧，那我不要杀他好。你不杀人吗？这是随机的吗？没有，上面有标记，有个标记代表这边曾经有原住民就住在这。原住民，然后可能就说好，我先派三个兽人。那为什么会三个呢？因为空地都是两。其实土地就两块兵力，一二，然后因为他每一个人都在多支付，他就是自动被我击杀，他基本上就是一块钱，然后击杀，其实马上会出发了。哦，马上就会出发。那我就带三只杀他，让他再加一块，杀杀杀，送人就叫杀杀杀，三加一，不用三加一啊，那么保守，我一定给他，因为你还没有讲解骰子啊。我推、哦、我对啊，我认为你这样子会比较有助于游戏进行。好委屈哦。好好好，那这个三一样先死。这个抢空地吧，抢那个太恶劣了。没有啊，闪一下闪来、哦、也可以的，也可以的，也可以的。那闪到二就好了，闪到二就好了。每个玩家在你的一轮只能允许使用这额外的一个这个增援闪，增援闪丢出来，像刚才你说的，无论上只有一二三，丢到一代表你这回的军力额外多追加虚拟的一点。我实际上并没有额外的这个兽人这个军队、但是我就因为我不够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实际上要一二三，可我只有一，所以我要丢到二或三，基本上中了、啊，对啊，多杀一块、多杀一个，然后他也死了，多赚一块。你看四块的吧，然后就四块地，那基本上这是我的进攻阶段，接下来会马上进行一个比较短的叫做部署阶段，或者叫防御。
所谓的部署跟防御这边是，换句话说是，你可以，我可以任意调整我的军队的守的方式。那包含我今天我的能力，英雄随便丢。那我今天这个英雄的能力，我今天先说，他至少跟我一个军队搭配组合，这块领土视同于无敌。无敌就是你们不能来打我。你要你再叫我打他，你要你当然再叫我打他，带两个英雄，然后集中兵力，你叫我打他。我今天选择这样放。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，就是可以，还是有在每个玩家的阶段，你先看到玩家那个好讨厌、啊嗯、你也可以派人来进攻。我说你说有英雄是无敌啊，对，无敌，英雄无敌，就是、禁止符号，就是任何玩家都不怕，所以就这块地就没办法，对，就任何都没有，所以我会拿一二三四这块，先找个额外或者是、啊、就没有就空地了，就不用管它，可是不能游泳。某个种族可以、哦。你说的 Cindy， 我可以直接打那块吗？嗯、我后来玩 iPad 版那块地是可以直接进来的。从、啊、这边吗？那这一个呢？也可以。这个呢？都可以啊，可以直接进来。啊、这边这一块都叫做边边。对啊，所以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直接进来。可以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划船。是哦。这个跟这个。是哦，游戏规则是哦。结果内陆不行的、啊，只要是边缘都可以。是。Okay. 所以你就是从这边，所以这游戏的每个玩家的第一块土地都要从边边、嗯、边界来进攻，只能慢慢扩展，对，你不能跳，是的，不能跳，这是什么能力啊？忘记，那意思是一开始你可以把五个能力讲一下，其实我就忘了，哪一个？这个啊，这个我忘了，边边，因为我意思是都是从这边这样过去吗？每个人，你可以从那边过来啊。每块领土额外多拿一块钱。每块领土额外拿一块。你占领一块领土就是一加一。哦，应该选熟人比较好。熟人，十个人，十个兵力的熟人，没有能力就是人多。哇，这样很强哎、欸。对啊。熟人八加八加二，这个加七是哦一次完。他就那游戏，我拿他就是拿过来就加七，银行马上给你七块钱。他的收法有固定位的，鼠人怎么找不到鼠人？这里也是这样，他的收法是固定的。哦，居然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不重要。对啊，我反正就算有固定，我买还是不知道。下面第二个，我下面第二个，对，哦，厉害，因为我是固定收的，你是固定收，对，他有固定的收法。那很便宜，那才1160美元，6,7,8，就基本上不用十，就是非常便宜的一块。主人的能力就是没有能力，就是没有能力，我数量多，就是很多人，我就是很多人，就是人多，人多力量大，然后死老鼠，然后我不要打鱼丸，打鱼丸太强了，所以你不要打鱼丸，你想要从哪边打？我要从边边角角开始打，我是鼠人嘛。边边角角开始打，边边角角开始打。好啦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两个占领，两个占领。从边边开始打。嗯。所以意思就像我就不能直接来这一块、对，就是一定要有切到边边的。好啦，是这些。然后就让鱼丸来揍我嘛。让鱼丸。我要挑衅鱼丸。打过来我就骰子丢骰子，挑衅鱼丸。那输了怎么办？输了，那你想的输是指被打输吗？哦、打输就撤退啊！如果今天打输，他就直接回到河，他也不会因此战死。一加一刚好够的，所以我占领了五块地，哇，十分。然后加上我的领每有一块领地加一，所以我就拿十块钱。哇，好强哦！好啦，然后我的部署阶段，没时间赚一块。鱼丸来揍我啊！鱼丸来揍我！鱼丸来包夹他，不能不行。鱼丸来揍我，所以身体换你了。你也有娃、啊，因为有设定。你基本上这边，请先选一个种族。哦、你先解释一下每个的能力，每个能力啊，那个魔法师，
他有这个标志，这个比如法力的标志啊，占领这个法力标志额外加一块。不是说一直肉身吗？你刚刚问的很多啊，没有这边哦，讲到这边很多，比如法力标志额外占领的话，额外加一块。然后他附带能力是，你有一个药，一个叫做什么，不知道什么药膳营地，营地对营地，你有佩戴营地这个标记，然后那个营地标记放下去的话，你就会得到加一反应。然后这边是什么人啊？海马人。他的能力是，他占领这个法师就喜欢法师标记。讲到后面，讲到后面，他从河，他进攻河岸边的土地，占地可以视为解离，对敌方占地会视为对他来讲会解离，所以他只要占领这边的地方，他只要一个兵力就可以占领。因为这临近海，湖泊海，总共有三个地方，三个湖泊，所以他只要占领湖泊附近，占地都解离。然后他的能力一样，占领森林的话，额外加一块。然后巨人能力是他们有一个石堡，啊，他们石堡就是一样加防御。然后这个没能力就直接拿七块，你选这张卡就直接拿七块。然后矮人挖洞，矮人，占领这个标记，他额外加一块。然后他带一个火龙，火龙能力比英雄稍微强一点，现在只有一只。他进攻跟防守都视为无敌。但是就是，那如果他遇到他呢？不行，不成立，就是变成这游戏上规则上不成立。就是你只要这边一个人带一只火龙进攻这里，他立刻被打，被你打跑。可是不能吃他。这个不行，因为双方都是无敌的能力，所以没办法，规则说不行。对，他不能两败俱伤。对，只是他的火龙好处是你可以带着他走，啊，他的英雄只能守在家里而已。嗯。然后再来这边是什么？他可以搬家吗？可以啊，反手还可以，反手可以搬家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僵尸，僵尸是没落怎样？哦，没落的时候他都保留。嗯，一般来讲，没落的时就是你会保留一只，然后剩下的就没落掉。啊，僵尸不一样的是，他一没落，通通还在，全部一叠都还在，他的兵力很庞大。然后有什么东西？能力怎么变？能力是可以多拿两块钱，哦，没拿两块，无条件多拿哦，一样没能力。然后最后一个吸血鬼，他可以感化一个他周遭的一个敌军，叛变了吗？叛变，但是感化他只能针对一个而已，只能针对土地上是一个的，两个就不行。洛丹的种族一个军队才能这样子，所谓的感化就直接把他无条件替换成你的一个人。嗯，然后这边人数有上限，到达上限你感化也没有用。然后这边是占领农田跟山丘都丘陵都无条件减一。哦，这个是刚那个没落以后还可以继续操控。是哦，之后还可以是可以继续操控，并不是那个。他就只是先没落，就是你有两完全保留，你有两个人，你有两个种族，简单的是你有两个种族。对就是你看，你觉得你哪个种族给你的优势最大？因为这游戏最后还是比你赚的钱。完全不知道啊。就随便吧，那就不知道就随便吧。你可以拿这个两块钱，直接先赚两块。好难，随便嘛。好，那就魔法师。魔法师。来就来吧。魔法师十个兵力。好，给你十个兵力，看你要怎么去配置他们。你就尽可能，我选魔法师，但尽可能占这种符有这种标志的，因为那会让你的钱赚比较多。他们好远哦。就你可以把那个谁，死老鼠打掉。死老鼠那边打过来，可是兵力就是3点3点3点，就是这样子。有点难。对吧？这边也是有啦，这边有两个，这边有一个。23, 空地的话，这边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还有五个。空地的话，你如果打这里的话，2332刚好十点。哎，刚好十点，再多两块，有六块钱。那我2332也是可以的。这个东西，23这边是2333啊，可是你再多一个、啊，你要是要为什么二？哎，这边人怎么不见？有人都不见得没拿，是摆错吧？哎，都有就没拿到，没拿到的。2333要丢骰子。二三
他就二三三三拼骰子啊，拼骰子啊，二分之一啊，二分之一而已，几率很低很高。那他说怎么跑？啊？你说二三三三这边没有，那边是二三三三一样的。一样啊。基本上有两种事情，一个就是你要偏远地方自己搏自己的，但是因为像那个老鼠死老鼠死太多，你知道分数会很高。他刚一回得死，兽人也是，而且不要以为兽人很弱，因为兽人带无敌进攻又可以赚钱，不要以为他很弱，防御无敌。我那个老鼠终究是要没落的，他的兽人还可以不用没落。吃老鼠肉，老鼠肉还蛮恶心的，所以如果你不想跟他们互动，那你就抢这边。那你抢这边就计分，因为你的营地是防御率比较高，所以它等于防御加一，所以打这种都可以放五个。那每一块地我刚看了一下，每一块地都最多只能放一个特殊加成，就是你可以搭帐篷。嗯。可是他搭了就不能移动，可以吧？搭了就不能移动，我不知道，要看详细说明书。没差的，我觉得不能移动也没关系，你都暂停好好的，也不会再移动。如果被打掉啊，你就占你这种地，对啊，占你这种地方，然后直接丢那个丢营地就好了。你搭帐篷搞不好可以移动，可以调整吧。好的，两个，二三三二。三，他就死了。三，这都死掉了。好了，赌一个骰子，二分之一。好，一个骰子，现在有几率。哦，中了，成功，占领。那就是你这样占领成功，然后可以分配一下。分配就是全部先留一个，至少要留一个，然后剩下的随便你调整。然后你要，你可以调整你要怎么样去让他们站在那些位置上。那他嘞？就是摆在你已经有的领地上面的。这两个一定先摆了，不用讲了。可以重复掉这个。我现在就是全部摘，因为他的能力是放五个，全部摘在自己的范围，所以是可以重复。那个有没有拿说明书？我看在上面，我看详细的。所以我一定要全部放下去吗？不用啊，不用啊。一个你不放也很浪费啊。对啊。可是你有四个位置也不用。你才四个位置啊。可是放了以后，他们可以搬啊。可以搬。单做可以吗？还是说规则看一下？搬。忘记了，对，各位观众，对不起，我们这边忘记了。OK， 好，第一件事情是你每回合可以放五个，第二件事情是可以放多个，第三件事情是每一回合你可以 break a camp， 你可以拿回来，对吗 ？And setting any new， 重新扎营总行吧？对，所以你可以重新，你五个可以随便放，可以随便你放。好，那就乱放喽。乱放啦，乱啦，乱啦。我就先降级，所以可以让你守住。然后分配兵力。那兵力，现在你要站上。反正每叠一层都是一点防御啊，这边就三点防御，一点点、两点、两点，防御都超高的。这个也是打不穿的。可是不知道做什么。他其实平均分配是吧？然后平均分配，发现他可以这边再多一个，对啊。就没事了吗？计分一二三四，然后加上有两个魔法领地六块钱，对，可以领六块钱，拿六块。好了，下一个六块钱了，不要再炉石了。他最后一个可能要研究一下，他不会被打掉，我不知道你。最后一个不会被打掉。你说 department 就你没有选他，你可以选啊，主要就要付三块，你可以付两块，三加五就八个。有一点点人少，人少可是也很强啦。可是你其中一个人是带着一条火那边乱吐火的，哦这样子，啊对外面也烧光，嗯，要交给你的定，进攻鱼王吧，把这个是 CD 国种田吗？种田，我们就种满九回合，看谁的钱比较多，就这样。不可能啊！那怎么种？哦，互相不打，大家都。你就把你那边的领土全部都南方全部都是你的，我们哪一个人敢动南方，我就吃他。啊，已经开始外交同盟了。对啊，太夸张了。这边米老鼠跨越迪士尼乐园，我就吃他。好，这种的。谁？你
你信谁都可以，你不要信他。定就先看定不定。可是如果你要问我这边哪一个种族强，我觉得第一个不错、啊。出这个是巨人，他从山上攻下来的话，解那是哈比人半身的还没有出哈比屯，对，没错。哈比人从山上进攻下来解谜。他进这个鱼人种族攻击海岸边湖边的领土，都无条件减一点兵力。哦，那这三巨人要先占领山，之后打下来山的边的土地都少一。那今天三巨人配到那个不能选吧？第六个不能选吗？可以啊，一二三四五，第六个。哦，就所以起手付5块钱，你可以直接一开始我就把五个要飞的三巨人，会飞直接空降山。Flying 巨人，哇，超强的，从山中空降。飞的巨人，个人是蛮喜欢那个巨人族。他每打一块地会放一个碉堡，不是吧？哦，说食人魔，对，食人魔，食人魔啦。你知道7块钱多少吗？你根本第一轮免费赚一回合，第一轮就打不到7块钱。你等于是免费赚一回，但赚这样赚10块，那是我能力强，他能力强，所以他两个人，这个能力强，所以两个人，身体六块，这个很正常，能力强，所以两个人，这个能力强，那是因为刚好配到鼠人，鼠人人多，所以我才说一定要打老鼠。老鼠不打太多只啊！我等下回合没落好不好？你以为这个种族很强？来九回合没落要选时间哦。我建议哦，不知道哎、欸，第一个就不错了。我觉得第一个或第二个也真的也很强，因为直接无条件赚7块，你等于赚人家一回合。嗯，减一的话，因为第一个不好弄，是因为他这边被鱼丸弄掉了，你只剩下这边的。对，可是那边靠海边只有两。嗯，那这边你说一样，这边你说这边更远哎，这边只有一个。所以你唯一的方法，如果你选地，只能从那边打进来，因为打进来这边可以绕着打。啊，那边无敌两个，你就没得弄了。嗯哼。好，我等下不要，我等下海边弄厕所。你刚才说你没落算了，你要示范没落啊！你要示范啊！这什么？忘记了这个？就这个标志，标志加一块。有这种图案标志就看厂商，像 Cindy 是看那个法师那个标记符。哦、你带着人也是可以的，管他几只，直接把他踢掉。对啊，对啊，从那边进来，直接进来啊，直接占领那一块地了。然后第二次就是打那个，這個、然后再占山就多一个，对不对？哦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哦，对，我等下矿边、海边都不要了，这样不对啊，定你又不是两个人都选，你选海边，我海边给你；你选矮人，我矮人也给你。赶快交涉！我今天头晕的，玩火龙。起火的矮人，火龙可以用几次？一次嘛，一次啊，也有一次啊，在那边的火龙，很多矮人，矮人的人少，他应该在这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八个，我最多的，他最多。要看地形。八个，然后带一条火龙，火龙随便你进攻的，钉跟着火龙走，嗯，这样子。好惨哦！就是帝王暴龙，帝王暴，哎，你是看哦？还没看，可是剧透差不多，网络上的剧透差不多，我也觉得我看完了。什么叫帝王暴龙？就是帝王暴龙对那个暴龙加驯猛龙啊，就是这样讲完了，整部片讲完了。就是有一个妹穿着高跟鞋在山里面跑来跑去，最后还自己去引诱恐龙，自己诱恐龙，水和恐超强。那是他这个打的时候，他一直带一只这个这样，对，只要站就可以进攻的。不是，他把自己当食物，所以可以啊！火龙来了，这样吗？火龙来了，快跑啊！条件死一个，我先死一只，战败国死一只，然后剩下车在手上。火龙来了，快跑啊！这样子，然后继续占领吧。你知道哪那边吗？那边我开玩笑的，他想这样，他真的想这样打，他真的想这样打。那边在这边要打5只哦，5只啊！因为我有三层，就是3点兵力。其实他的兵力是看你叠几层，然后再加二三，像这个山也再加空地是二。你，所以这边是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边是三。我刚刚看一下，你确定不打这里吗？哦，那边不错，那边不错，稳的打。他只是想打鱼丸。哦，现在是邻居，等一下就不是了。哎，真的，等一下就仇人了。如果你们不想要吵架的话，最好是分开。是我选这里啊，人家的仇人。你直接三，所以这边拿到几点啊？就直接先两点，两分，两分的，两分不含那个加的，含了，含了，含了，一块地一分，然后这个标记再多一，
所以那这边的话，就一块就一块钱，这样一分。这边是一分哦，你难道真的要揍我的鼠人啊？五点全砸了，剩四点，那就扔骰子了，那就要拼骰子。可是打输你就只剩两块地哦。对啊，可是这边，哦也可以啊、哦，没事。先帝你那样策略稍稍比较漂亮一点，二二三一，二二三一七点而已，哎，对啊。也可以啊，就是我被换我被烧啊！啊，龙来了！1234，最大的恐龙来这里。对啊。哦。那就是啊！烧老鼠！然后被你被那个被鱼丸策反，摆好吗？被鱼丸策反。我什么话都没说。他没什么话没说。其实 Sandy 他说對、啊，你这样这一步棋比较好。那当然，我心里头二十，当然比较好，当然比较好，因为变成是我国家没有死人啊，又要把我，因为 Sandy 不想让他当仇人，然后直接又换一个，当然啊，我承认 OK 啊 OK。刚如果刚让我想一下，反正就是因为这游戏进攻就是你的策略，就看你怎么打，打吧打。那当然可能会因为其他，那我这边的话也是放三个嘛，是啊，是对。我说你要沿路，为什么你要沿路打我？为什么你要沿路打我？这边甩骰子。是不要跑、啊、为什么你不要222这样比较好、哦、这样不是明明就比较高分、为什么一定要打我呢？你打我一块地就好了嘛，不要打我两对。哇，那你抽那个抽筋很大。Sandy 你这样更厉害，这样更厉害。我们这样两家炮，就我们三家在互打，然后你一个人安全，就你稳赢的，你一定稳赢的。哇，太厉害了，你就八个点你要算一个，但是有一个要闪。啊、没有，你有一只龙不用骰啊，龙不用骰，龙叫无条件不用骰一个地方，所以你要这样打，还是要打就对了。这边也不用骰吧，这样也是不用，这样不用骰，这样你等于他，像是空地一二三，对啊，不用骰。所以你会那样讲，是因为他的那个策略是你必拿两个，对啊，一定拿两个、那个铁矿，对啊，就比较稳，你也不用骰骰子啊，二二三一，那除非你也可以找。还拿一个也不用停，你可以打那边。对啊，我们就不要有任何仇恨度。那至于你要说，那第二回合我们再看。对，因为你打那边，你杀不到的，你杀人任务都不关，只要不杀我们，都不会有什么个人仇恨值啦之类的、啊。对，心里就很高兴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们回去就好好的算账。我们好好的聊。你来，对啊，你来聊天嘛。亚马逊配什么？配护区。被打到不会死。动物王可以马上没落。哦，超强的。超没落王可以马上动了。没落王可以马上动。再动一回合就对。然后这种比较喜欢进攻的、啊。对啊，这很适合进攻吗、啊？他那个是进攻的地方没落，他人数到最多时期，然后进攻的直接没落，超强好不好？这样人数最多的时期。玩他，我喜欢打别人打两回合，真的刚好。是哦，所以这样。对啊啊！有龙啊，快跑哦！老鼠赶快跑，快跑，小女孩，然后进入防守阶段，可以任意调整。龙要留在哪？嗯，那基本上它也叫做无敌。好，所以基本上你的龙基本跟我英雄也很像，就是留一个人加他就是无敌，别、人也不能动他。山脉可以不用留，山脉的繁育就很高。人要留，我知道，我是说，我说火龙可以不用留在山脉，火龙不能动。刚用在那就要不能动。哦，对，哈、对，那就要守着吧。它不像英雄，对，英雄可以龙用哪就停哪，就这样子，这个就就因为刚刚他进攻三次选择用龙，那这样其实也是六块，六块，就快速帮你算好，那六块，1234567，标志叫做六，然后鱼娃娃你的，好，那我的规划是其实我就会人就拿起来，然后会这样子，游戏建议会是你的第二轮，如果你的第二轮就是没有打发目录。变成先这样子，代表你这块领土还是要宣告是你的。那我就感觉要揍我了，揍！你不是要杀人吗？杀人来赚钱啊！你就是要杀人啊！可以先不杀吧。最后游戏比的是钱。嗯，那你进攻这边比较好，进攻这边在这边，那不是比较好？反正骰一个点数就好。他不想跟那个死老鼠混在一起，好吧？那这个我要丢骰子。不想杀人，你这是和平的兽人吗？我可以先把钱留着吗？你是和平的兽人。哇哇！暴击暴击占领，占领成功。
你要繁殖的是那条龙，不是我。你要繁的是龙，你要繁的是龙。龙放多少都没有用。龙多少龙是无解啊！你龙要几个来中，我就是扣喷多少龙。计算分数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输啦！输啦！投降！投降！最后 okay, 好，我选择投降。你们选没落，它就会变成这样，覆盖面朝下，然后把说种族的不管多少叠都只有一只到只留一只。我没有，我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。三二六六分，再加一次十二分呢、欸？啊？你再拿两块钱又有十二分呢、欸？是。你说再打一次的？对啊，再打一次两块地啊，你不就十二分了吗？这样讲是没错，可是你的老鼠不弄你，不是很浪费吗？嗯。好吧，听信老玩家的话。我也不会选没落啦，你的那个能力这么适合赚钱，你现在不赚一轮再。你现在只要再打两块地，你又再多十二分，对吧？是没错的。好了，可是没有空地给我打了。有啊，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就两个。哪有空地？没有空地啊，这是周围都是人啊。那就打三一啦，打三丢一，打三丢一。打三丢，不然就是四啊！你拼他，让他搞掉啊！直接四颗就砸到他头上，然后才拼多一块地。那我怎么拼不拼两块地？嗯、啊，好吧，就拼吧。本来不糟糕。拼多一块地，这个是一定必拿，对啊、因为只要等于他，就空地二加一。这个要丢？没有。对吧 ？Oh no！ 所以还是没落比较好。有十分呢、欸，你开玩笑。一二三四五。这种人要回去守，也还是十分，十分还是很强啊。十分，你两轮就赢他们一轮哦。对啊。可是这样被打完就没了，被打完就是没了。钱也有了。前提是他们要打你啊。没落也是有钱赚的啊。说。啊 ，Cindy， 就基本上 Cindy 在你的回合开始起之，我们都习惯就是也可以马上拆，对，马上拆。那基本上你就先留基本一个人站在那块地上就好了，所以你的防御力其实至少在防御阶段你有加五点，你就打这个地就好了，往这边往这种地出发就好了。三三二，三三二有点远了，不行啊，只有三三。三三三还不够，三三算三，好像有点冒险。三三的话，二四六六加二八分，八分还可以。所以你最后一个状况，还可以，哎、欸，可以啊。哦，就甩他。对对啊，可以赌一下，赌他。有机会，但要太远了。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。三二，来赌一下。对啊，这样好。赌一就好，二分之一。小世界哦。二分之一，没有，算失败。就起来吧。对，没关系。基本上就重新调整一下，他们防守的六，你看他这样才六分，八分，八分，对比还是比你少，他多站到就变十分啦、啊，是因为没有踩透、啊。那要下回合、啊，要下回合、啊，你等一下，都可以。基本上就建议你放在有，算我们应该不会打你啦。对啊，这边可以在这区可以，因为谁打你应该好几家会揍他，远交近攻，你要放哪、啊、这里？就是有个身体光环。身体光滑，谁动到甘道夫，谁就遭受那个自由人民的围剿。甘道夫 ，You cannot pull。不用啊，你就叠就好了，没关系。就叠起来就没差了，就知道叠起来就好了。这是精辟，精辟。我是索伦帮派来示好，从来不知道那个哈比人的营地是无敌的。我先玩了那么多之后，知道哈比人的营地是无敌，没人敢打。你说哈比屯哦？我说这个营地居然是无敌，我没人敢打。没人敢打、啊，甘道夫驻扎在那，没人敢打、啊。对啊，兴奋点。肯定。身为精辟，精辟呀、啊！今天就是我逃打起来的佣兵，我逃打。没有，我的目标就是这个、啊。那我要拿多少？你还没记得、哦、算你钱一个地，一个地。开始，快点！地先一二三四五六。然后算那个法师标记六七八八块钱，八块钱。嗯，差不多可以没落。对，第三回合没落是比较合理的。嗯，火龙来啦，金酸啊！啊火龙来啦！我错了，我刚刚跟你
件事好啊，我你把你丢那边啊，我错啦，拜托不要踩我。你是你要踩我们看场上还有哪里有点远。哦，对，我顺便也讲，这游戏还有一些比较一些隐性的规则是，这游戏进攻领土啊，你都只能打你目前占领的土地的周围，嗯，除非就是说你会飞，嗯，身体才可以这样乱打，乱打。所以像我们刚刚进攻的，我们都遵守的规则，就是我只能不断的扩张我的领土的感觉，嗯、这样。不能一二三。不够点数，矮人的兵有点少，定的矮人的总兵力有点少，矮人的兵力有点少。一四三搞不好可以哦，一四都在这。他以为他有火龙在你，怕什么？对，还有火龙在你，不够。我算这个一定要配一个、啊，对啊，剩三点而已。对、啊，就矮人有点少，那这样要放两只？没有，你要打洞、啊、然后打三那个符号嘛，所以。不够、啊，那个就被搞掉了。这一看，这你知道，他无敌放那边，他无敌放那边，对不起，欠打，就是欠打。可是我看到是，就这边过来。哦，甘道夫刚刚说你可以，你来干嘛？晚上就火球烧死你，火球烧死你。甘道夫的扫把蛮厉害的。甘道夫在魔界里面都没有喷过火球了，没有。哎呀，魔法飞弹。哦，他喷过几次啊？哇，非常有啊，跟那个白袍打的时候有喷过很多次。所以他最后还是你们都错了，甘道夫最强是那把扫把，对，扫把，就他在墙上又拿个那个棍子，砰砰砰砰砰像打无双。你们都没有看过对不对？他其实也会飞哦。我只知道拿剑的时候比较厉害。叫老鹰来载他，对啊，老鹰很烦。我只知道他拿剑的时候，他拿剑比较厉害。这就是我很好奇的地方，为什么甘道夫明明就有魔法，他不自己飞，还要拿？来了、啊，火龙来烧了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懂，我懂。动干扰我懂，我懂。有人动他，有人动干扰我懂他。OK， 防守阶段你要防哪里？你只有两只可以分配而已。嗯、哇，二四先帮你算钱，八，我、哦、还蛮高的，八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分，九分。你块钱吗？三种。他九分啊！我们有甘道夫八钱，你两个人这样走比较好嘛，因为守这个地比较重要。啊，对，甘道夫甘道夫八钱一领到碎掉的纸钞粉末，然后第三回合金粉，第三回合有点犹豫哎、欸，这不用犹豫啊，第三回合没事，正常情况你就是撤了，可以莫落的、啊。二四六七，你撤了，你等下可以第一个选，这是个问题。好像你要看有没有可以选的，有可以选的。当然有啊，我这样看就已经有了，我这样看就已经有了。对，也是啊，先喊没落，好像也有好处啦。你光不要说十人魔就够好用，你直接拿七块现赚。七块很多哎、欸。对啊，而且打了又。好啊，那我就示范，那我选择喊没落，那一样，其实我刚已经全拿起來了。能力就要盖起来吧。你是要看背面，那我就刚好都消失，那个一。摩多，然后结束，零四碎金结束。是，如果我要打这块地，我一样放三只。哦，对，他一样就，他有点像是突然变成像是原住民，只是这个原住民有点像是还归我管辖的感觉。嗯、小洛洛，摩洛的种族，摩洛，兽人的撤退留下种族。啊，哎、也是、他们就留在那边。啊，我也摩洛，一、二、三。是，哇，没落十分，这是你信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没落盖起来了啦，哦、没有，会消失，五分而已的，一二三四，所以没落他也没有算分数，能力被盖掉的、因为能力通常都要被覆盖、所以我像我英雄也会讲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可惜、你再多打两，我意思是等一下就要结算，他结束的时候，这个就不会算他的。还有，就是像这块领就是老鼠的领地就一样，一分二三四五，像我刚刚用我是兽人。啊！真的真的换你了，我都刚有人动到你了，等那边一条龙。目前这条龙其实就是无敌啊，他就站在这儿霸，因为你就想他是霸占在那。虽然你这回也可以说你要就两个人，营地可以干嘛？营地是家，营地加加就像山，对，它就像山，在你火的面前，营地跟山一样，火龙是很牛逼啊，就没了，就死猫哥，是啊。
死亡格营地那是什么？喷哪里？不是一吹就没的东西吗？一二三四五。你要选择再盯一回合，还是你要选择没落？没落，你还有？你的那个帐篷叫没落还在？你可以再多站吗？你那个帐篷没落好像还在。我要看人家看背面啊，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背面还在不在？有吗？什么都没有。哦，那就会消失。哦，不在了。但是什么东西？我记得有东西没落也会在。神妖。是死人妖。神妖在。会变什么？还有两个还可以再打，他东西还在。他建造的东西就丢骰子，那个要丢骰子，那个。那为什么站在被火龙包围的地方？这里可以啊，这里或这里火龙就一只。对啊，再站一块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分。十块。十分，再多三个法师。十分，好吗？这样是十分。十分，拿十块钱，然后分配战力吧。你的营地要怎么摆？其实好像也不。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好摆的。是。因为这一局定有拿的火龙，其实对啊，就是防御我也不太对啊，根本就那不 care 啊，有火龙在。你只要喷啊，基本上我刚刚一群人还是啊，根本就不用发。觉得你可是你，因为你要，因为要最主要啊，你他会随便乱飞吗？还是他这样？他一定沿着那条路线走。他一定要沿着路线走。对，基本上你不用太理他，因为他的空格，他的空的人只剩两个。所以他最多只能再打两块地，一块啦，一块地，就这样啊。他最多打一块地。那如果他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要打这边，因为他打掉一个老鼠，一个三，他才可以扣他们的钱。哎，聪明，金，哎，这样多少钱？一二三四五，拿了吗？对，拿十，拿十，拿了。二四六七八九十，十个。我拿不到十，那个是一块钱的，一块才是一块钱。你看这样都被你知道，你可以换啦，你可以换钱，这很幸运，十一块钱。反正我不分了，这样我都不知道。嗯，你没落的啦，占那么大地可以没落啦。小世界有点残忍，又不会太残忍。明明就很残忍。好，但残忍的点就是你这样子是砍砍人啊，杀杀人，用喷火，用喷火龙踩踩人。八九十十一，有点硬哦。要再打啊！你还要打我？三个，对，然后你还要打我？要三个，对，要好拼哦。你有三个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就剩这样啊。两个人一条龙，一条龙，然后带，然后那个这个只骰骰二就过了，这个骰二就过了，丢。三分之一很简单的，三分之一。因为火龙要带一个啊。对啊，这边就要火龙的。啊、然后下一个地就要骰二啊，三分之一的几率。二分三，半片江山嘞、欸，有点硬。半片江山，金币根本就是。哎，我们就骑火龙呢，骑火龙到处到处飞。所以这边要二，要骰到二以上。要二以上，三分之一的几率。可以啦。哇！烧起来了！烧死人啦！好啦，算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死定我不打不起你了，对不起，揍他！已经赚到每盒增加十二块，有一点点超过了。揍！哎，你火龙的体，而且刚好，然后就是一边一个，也不用调整，也不用调整，那边也没有，也没有，对吧？哎，火龙可以，哦，火龙不能动呢，火龙不能动，因为它会停在那区。揍他！怎么会这样子？他是铁定没落的啊。大家全都分，那铁定会没落。他们两个都得互相没落。那我要，你要选什么种族？要选一个种族，有点犹豫啊。揍他的种族。我这边介绍这亚马逊，他这边刚好有个虚拟加士，他是在进攻的阶段，你会拿到六加四加四，十四个人。这么可是，在防御阶段，你要先无条件先拿掉四个人放旁边，你只能用剩余的人跟你占领。再拿去配置进攻很强。那这个能力我喜欢叫不屈或不朽了，其实叫算了，我忘了英文什么不死不死哦不死。他的能力叫做那一回合动完可以马上喊没落，动完就没落，蛮奇妙的能力，就可以先用完能力再对，就是你可以打完后打完没落，然后一样会算分，那该盖起来。但是一般玩家我们都会这样子，先要到下一个回合，所以新的回合我就要先说我要没落，就我讲。他可以转个回合，那能力就转一个回合。嗯，他在计分之前，啊，可以分多钱？就直接拿欧格就好了，拿欧格先赚七块，负一块赚七块，八块。
他要摸诺拉佛龙，你不会动的，你怕什么？你的那个时辰有保佑。先直接先赚钱。只要算分数最高的话，我觉得他不会是最高。那、分数的话就看你了。你要选炼金术也不错。炼金，炼金也不错。炼金是这样，每回就赚两块。没无条件多生产两块。可是你要玩到四回还比他多哟，你自己想一下哦。哦啊、这个直接现赚哦。你赚完七回合，你这一回合打完下一回合就没落了。对啊，这一回合打完下一回合没落了。而且你有石头把保护，因为他的问题就是他的石宝会占，他石宝会占。你这一回合弄完下一回合没落，你的东西不好被打。可是前提是他要留叫石宝够多，先赚个七块吧。啊，直接先赚七块。哎、欸，拿错了，拿错。好的，先赚七块。拿对也说你错。先赚七块，先赚。所以我会拿到十人妖这样子，加十这样九只十人妖。他是有，他是要看说明书，他有位置。七八九，好，九只十人妖，你想要干什么？我就会怎么拿到啊？每块地就无条件多一个，是吧？我记得他的数据，他的 Oak Press 的时候。当你放的时候，每一个区域在是你控制的时候，直接增加一个三防御之类的。哦，对，对啊。他没有写什么，他只说你放一个上去，所以应该是你只要攻下来就打，打了就放一个，打了就放一个，打了就放一个。哎、欸，我要买说明书。哇，年轻！哇哇，清光光啦、啊！我这就三块，好啦。你这一开始 你要打他，你要打那个分数最高的。哦，他吧？怎么想都打他。他比较危险哦，因为他跟你一样同时间。嗯欸、可是不会，你十二分还是很多，十二分你乱一回合输了，你只要多一回合。我想一下，看你要打谁啊？你打我，我先各消一块，各消一块。新的进来还是要从边边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不能说从我原本的空间，也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看说明书哎、欸，谁吃掉了、啊？吃掉了，他的确把它吃掉了，有兴奋的感觉。所以换我喽。对，那就感谢你们的捐赠鸟园。都停在头上停了三只哦。他头那么好睡就对了。他上面你前领的吗？还没落的。三块。哎、欸、呦，哦，最后落的。三。再加一二三四五六。要多少？六块。谢谢。好了，换我。哎、欸，你要开下一个啊。农夫可以找的，它上面是写那个碉堡是stay forever， 就算你挂掉了是吧、嗯？哦，有啊，它没落也好了，就感谢鱼丸的献祭三块钱、嗯，我就把这个种族带走了。我觉得别人也不知道。占领森林是吧？没问题。哎、欸，怎么打那个不扣分的？哎妈的，这个比较特别。这个酷武兵可以占领海洋湖泊，就他说他可以，只有这个可以，对、那个，只有他可以，哦、这个只有他可以，他可以打进去，然后占领，叫一大块，那叫一大块。听说两个兵力就把你干掉了，两个兵力就把你干掉了，三个吗？两个啊，两个兵力就把你干掉了，海边，两个兵力就把你干掉了，说到海边啊，哇，你这样子我家就只亲你了，你亲我亲你，我只能占领海边啊。我先打这边的海，你偏要打那里，这边打他不好啊。这谁的？谁的？因为打他不好，自己的尸体自己收回去。这个不要多啊。我靠，欠我尸。我宁愿跟你，我宁愿跟你结怨，不能跟他结怨。还有一个我的。哦，还在那。二四六哇，就这样欠我尸。那个，就我们两个结仇吧。他获胜。那个海妖现在的防守阶段要一二三四，你要防守吗？你要调防守吗？
要啊，反手不用，哦，反手不用了，不用填，就这样 OK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数加一九十，十块钱。他喊没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保留，那他能力，都保留，他会在没的时候继续正常做动作。下一回，所以他人通常会无条件保留起来，不像我们一般种族没落就会人消失。这个叫食尸鬼。好啦，换。你也要没落了。不然呢？你好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你好，他可以没落，我觉得可以。没落不错。哦，我觉得没落不错。是六。对啊，我觉得没落不错。问题是你会喝二四六玩家种族一次。八四六七七块地十分呢、欸，十分没落哦，少十分呐、啊。所有的活跃就是有颜色，少四少三分的，其实没落可以。他会，他能力叫做无条件替换。你没有没落是十分，你没落是七分，无条件变成你的术士。所以是还 OK， 基本上术士五加五，对啊，只占两个，那根本用完了，所以他不没落也比较麻烦，因为只有九回合而已，至少要搞两个种族出来，不然。现在就收走，这是对啊，这个是田占领田跟丘陵，丘陵这个跟那个这两种，不过你那边分数应该会很高，七分，拿七块，下一位，七块钱，那他获胜啊，不好吗？哎呀，他放下面是基本上是赢定了嘛，对啊，每人打就是赢定，到处打，没错，定换你喽，然后就是这从海边从山上，从山上打下来减一，哦。所以这个一定要先占领，占领山上，对，那一定要先上神，然后再从上面下来，哦，从山上往下打，对啊，这里也是啊，对啊，基本上呢就是飞这里，然后空降这里，对，所以他能力，他会飞，所以代表说他可以从这边打到这里，不是，他可以选个地方直接空降下来打，从这里开始，你说这个吗？巨人吗？对，巨人刚好接地下山，对吧、啊？很强耶、欸！你第一块你想打就拿，第二块也随便，它就是飞行，每一块都随便。而且我一直是第一块，就是比如说我一定会先打散嘛 ，OK， 然后我才能触发它能力。通常会有这样的，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从这边飞到任何地方打，然后那一块也可以。这样不算山，不算，这样不算，它就只能针对山的周围，山的周围，山的周围。他想没落，他想没落，他只能没落了，也只能没落，他没兵力了，他只是六七八九，没了没了，九分还可以了，十分，你没落十分哦，你没落还有十分呢，怎么可能嘛，九分，没落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，没有，可是没落就没了。还在，他摸的还在。七八九，哇靠，七八九，那就给他了。九分，九分直接。那喊的摸了九块，弄没了，他就不见了。对，这个不见，就不见了。没有弄完要回来，不是说不能弄，是都弄完回来。他，你比孟翰刚刚摸了五分而已，他刚应该多打两块地再弄。真的，好了，下一位，十五版摸了，下一位，摸都还在。这个矮人可是。难怪人那么少，我就想说人怎么会那么少？因为他没落还在，他人只有三人很少。你要打那边吗？你要打我？我觉得你这样杀我四个人，我杀个才一只。我知道啊，问一下，我还杀不了太多人。问一下，这什么？沼泽加你确定不打一下这边吗？这边两块钱。哦，沼泽给你打吗？我那边人在那边，我怎么打？这个没落九分，那个没落十分，你们还玩屁、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追，就是稍稍。而且他税这加一，我都每块地只会增加一个，对，就这样上限，对、啊，我不能一取。你看一二三四五，然后五块，五是五块，然后刚被清五六七七块，七块很多啊，活着比死的赚的还要少，活着比死换换块钱。好了，进攻，大家都五个一块。可是我缴出去，那又拿回来，可能会找零或是之类的。好啦，定，奏定吧，两边就把你干掉。哪里啊？这里啊。然后再打一拳鱼丸。你看吧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不行，这边打不动。
可以啊，二打不动。没有打，那我不如打这边，都是一样塞一塞一。你那边不行啊，你那边没这个也要？我没看到吗？啊，这也有、啊，这个也有，照打，这里啊，哦，照打，这两个确定是哦干掉的，帮我翻一下吧。好，有好吧，塞一就多一块地，没有 ，Oh no， 没有，没有，七块钱加森林八九十十一十一块，十一块，刚才拿什么钱？你在拿什么？拿十一块而已啊！每回都拿未满十位数，人家都拿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谁要拿个五六七的？我这都拿五六七。刚刚那七分不够你赚啊！根本不够，拿完就要直接没落了。对啊，你拿完不没落，你不是GG？有神要再应该再打一。先不满你的那个。你还有兵吗？应该先。他还有兵啊？知道啊，多少？因为森林喊没落啊。你就选种族的时间。基本上准备要选一个新的种族进来玩了。僵尸，吸血鬼、那个。这个神妖吗？神妖是打完之后，下一僵尸。要僵尸啊！他食尸鬼，够，食尸鬼，应该是食尸鬼。算食尸鬼啊！食尸鬼。他能力是香河喊没落，所有人通通都在，都还活着，你可以继续动他们。要在下一轮正常动，然后每回多跳两块钱。那这是术士每回可以感应。感化一个活跃种族，所以活跃种族是真的有颜色的，而且要落单，他无条件替换成你一个术士。可是术士五加五，真的人全部刚好拿光，所以没有死人的时候，这个能力是没有无法发动。打山丘跟农田跟山丘减一会飞的巨人，刚讲过，就是攻击加四，农夫就是人类喜欢种田，他就喜欢种田，然后找加一。然后食尸鬼每杀这一回杀两个人，就无条件生一个食尸兵、骷髅兵啊，叫做骷髅兵。然后占领海，还可以占领海，占领海跟复活。但是这一局只有复活，就三块地，就有点远。哇，建议。所以我用它，我可以飞到这里，然后可以啊，可以，没有没有、啊、这个吗？这边哪？你看它周围的，它周围这个马上先这边也可以啊，减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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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、啊，可是。所以你应该也没有必要打自己啊，他打这边就好了，打这边就好了，他打这边就可以了。或是飞到那边去呀？你应该不会飞这，这都你的人，你应该飞，要么飞这，要么就是飞这边不能哦，他周围啊。对啊，打自己的人，都是周围打。你这边是最好，哎，这边也可以的，打周围。这边有很多。这边也可以，这边有三个，这边有四个，你这边空降下有四个可以打，嗯，这边空降下也是有四个，三个呀，三个三个可以打。不过这里是，对啊，这里啊，有一二三四跟你打，这边空地也是，对啊。空地没人就是没人。没有，这才说四个啊，就是我没有指那个啊。我用打你，就是我当然也算三。我不会要你打自己啊，我不会打这边、这边、这边、这边。你看，我还自爆弱点，对不对？跟你，你要选哪？跟你要付钱，你空间先换。好，那拿巨人是不是？这里要三嘛？三个啊，三二二二，对啊，三二二一二，很好，三二二二一，三几个？六九十十个够了，我刚好呢，刚刚好哦，十一个啊，还可以再弄一个，想想，那你弄一个就打隔壁就好了，打隔壁就可以了，当然是刚刚谁踩他就踩回去啊，对啊，谁踩他就踩回去啊，因为那个在山隔壁嘛，对啊，在山隔壁打下来多爽，再继续减一啊，山隔壁只要丢一就有了，一就过了，对啊，自己的场子要自己找回来。你就让自己家跟你这个连线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要多钱了？飞一个三巨人，真的火球术不用等到晚年再发，现在就可以发，才回去。在我数了灭团，我数的是灭团，数了没了，数了没一只都不剩，数了一只不剩。对啊，数了剩两只而已。什么可怜？他每回都拿十分呢、欸。你对他可怜有错啊？有。所以我要先在这里。对啊，先冲这里啊，三个、啊，然后下三个。周围目前全部都减一，全部减一啊，就轮一遍就对了、啊，就一个就够了，两个啦，哦两个对，两个对啊，两个这个就一个就够了，
对，那块地一个。对啊。二阶一个，然后这边两个。为什么跟正反不一样？因为就墨绿颜色啊，然后冲下来打这边的、啊，踩回去，踩他、啊，刚踩你耶，他刚踩你这块，踩回去啊。而且你不还，但不一定踩得动。不近人情的家伙，不用可怜他。踩死啊！踩下去就对啊，一就可以了。赌你踩不到，一就可以了。一定踩得到，我赌他一定踩得到。你小看甘道夫，甘道夫会变魔术，魔法骰子就让骰子决定。I'm Gandalf， 甘道夫 is me。根据我心。哇！不一定啊，那通常不能，我们也不能指定啊。不会不会，遥控基本上你指定我们都没看到。对啊，你要丢骰子，丢球就没看到。丢了，你说多少？你只要丢好，我都告诉我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该中就是会中。来复述一下吧。果然是甘道夫。复述一下，想到什么有什么。你看，就是基本就六块钱，然后再加上末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基本就是十三块，他我就说他这边偏安美，那边你们打不到，你们连打都打不到。南半球是他的。我们刚刚是说我们在北半球打，连打都打不到。杀人才有苦斗。杀未满两人就无条件舍去，比如说基本上三个就是啊，生意，因为他会少一，哈比，他会少一，他给的是和平的，他会得到两个哈比。对啊，那个很问题。三是还好，无敌啊！因为现在就只有你的那个，你的那个朋友会打你，那他得选择，他得从旁边打你。但是如果你打他，就没事。我们都快站满了，我已经没地方可以站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吗？还有两块，那边不空的三，空的三，就打回去了。直接你要打他，他要打你就打回去。他剩一二三可以打，所以他打不下来，他只能丢骰子。然后唯一能打的就这个吧，那个食人妖会再打而已。啊、可是你也不用怕、啊，那打不下来啦，那食人妖不会揍你。这边打不到啦，我进不去，我进。他三个他打不下来。你刚十三块帮身体给他打一二三四，他这四个可以打一块地。我们刚帮你存入了十三块钱。太全了，哇塞！那定换别的。那个食人妖除了没落啊，没有什么动，没有什么办法。矮人，没落矮人，你要干嘛？那种四维的感觉，剩三只，我一只都不剩的，只剩三只。除了目前除了叫灭种的、绝种的，对啊，只能像这个可以拿掉，这一没差的，绝种的绝可以直接拿掉。不够的时候来说，绝种可以直接拿掉。二四六啊，那你得打那个打海妖啊，我要被揍了。这边分数最高应该是那个农夫了，这边。那个人类农夫，我在想这个，我也在想，我在想。哦，那你选那个就要打我，对吧？哪里一定要打那个？你选那个就是揍我，是不够啊，不够啊，对啊，至少我周围还有一些二这对吧？这不够啊，你要打那边啊，导这边，哦，因为要农夫，农田又要找，农田要找着那边最多，这边啊，这边的是那边最多，这边只有三块，那边四块，没有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连在一起耶，哇塞，又要揍 Sandy 了，连在一起，你就是帮他们捡丑，然后就他还对他回说你要揍他，对啊，这样好像也不太对劲吧？可是这都是连在一起啊，是没错嘛，是连在一起，嗯，我走都没有看到。你可以拿僵尸啊，僵尸，只是个这个有点高啊，打不穿，这不穿啊，这个打不穿啊，那个很难打。这六，所以这边叫做三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我这边已经霸占一个。巨人是后死掉比较强，嗯，基本上因为他的还非常难打，他这个还在，对，他死掉还会有三个，那很神奇。三四，哦，好痛，没了，命就没了。还不够了，334，你还要丢骰，太亏了，对吧？超亏的，打这边啦，建议你打这边啦，你只要骰一，对啊，你只要骰一就好。我建议你打这边啦，这边稳稳先赚，马上先占三块地。你打我那边也是可以，分数不够啊，那就打我那边啊，至少两边可以选。啊，那不考虑，怎样都不可能打这边啦，这边最难打啦。3 3 3 4，没有四，没有十人，只有九个人，我上就骰子啊，二分之一很难骰，二分之一。
十四个，没有你，也不是他们他骰你们就，二分之一很难哦，很难哦，66%很难哦，二分之一很难，二十二分之一怎么之后变66%？不好哦，因为这边五分，那边六分，骰骰子多一分，61，骰到才有，骰不到就是。闪不到就这样，阿、啊、姨这边是稳稳拿这个，这边是有几率变这样。你觉得那你要为了那一块钱赌？如果你不想输，你应该打的是这边。对啊，对啊，不然就只能求第二名。如果那第二名你要打他，因为他分数第二高，就到那边啊。对，你们不过你们没有在计分。三六二，你的宗族都不计。你不用啊，你都没有超过十位数。三个我目前是没有剩的，没有一分总值十，你没有一盒超过十分啊，真的很神奇哎、欸，真的很神奇。今天选的总值还不强。上吗？3233吗？没有三二三，那还差还有一，那、啊、就赌一下，就赌一下，那就请缴钱，先缴三块。看你要缴到谁？你要缴三块，你选他要缴三块，对，最后选的是很贵，你缴三块很贵哟、哦，真的要缴三块、啊，可以亏一点啦、啊，要分开对不对？你可以缴五块，你可以缴五块，我保证我等一下直接喊我，如果下一回喊，我觉得现在好像法师比较好用，法师。说术士哦，感化，可是他感化就没人可以感化啊，没能力啊。他就是他现在配到一个五人的啊，他配到五人刚好全满了、啊。对啊，我要九个。不一定哎、欸，鱼丸刚刚提前没落的话，他也可以还有一轮呢、欸。提前没落还有一轮。他六回，他等一下没落第七回再拉一次，然后可以刷两轮。哎、欸。哪有他那有十个人？那你骗我！不是他等一下就我说鱼丸等一下巨人要没落以后，我以为有三哦，没有，他跟库尔兵混在一起了。为什么把库尔兵跟他混在一起？我可以选择这里。可以。你要把他跟库尔兵混在一起。可以。然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，你要十八个人哎、欸，应该选七。没有，我就跟你说很难中吧，有没有？我就跟你说很难中。哎呦，可以吸血鬼啊！这个吸血鬼很强。这个原住民是的。哎，感化后再进攻那块地，五分而已，是四万后。嗯。哦，这好打。感化是立刻感化，进攻感化还是反手感化？进攻阶段，进攻阶段感化，所以会立刻多一个。很厉害啊！嗯、也不是，其实我换替换成你的哦，是反手才多的，随便办、啊。哦，是直接变我的，那现在地直接变我的，是啊，哦、那更强的、啊，当然更强、啊，当然更强快嘛。对，术士就课业精灵啊，就这样啊，你不会死，我们就换、欸、哦，五块，原来的哦，还有原来的好强，他可以用。是我这样多少？一二三四五，五分。六七，八九，九十，哇！太全！哇，可以拿到一个超过十的分数。啊，又要没落了吗？没落还可以再打两轮哎。没落，那这个就没了，这个就自动没落。算他的剩一块钱的效益。就没了。我要没落啊！啊，你要没落啊？没落啦！不要。没落啦！你不没落，你能吃个什么、啊？你能赚到十块？多，其他多玩一点点。来，要跟观众宣言：鱼丸不想赚到十块。对，我不想赢。不想赢，你不会赢啊！你不要想那么多。根本就不会赢、啊。你现在只能跟我现在没落再刷。你现在没落，现在有个选再刷两轮。好多。对，如果这个时候不没落，你下回没落再刷一轮而已。一二三四，这样还多赚一块。天、啊。对啊，所以你。还是摩洛吧，摩洛，摩洛啦。不，他的你选他，因为你配这个能力就是现赚了，你选他就是要赶快没落啊，因为巨人打完一轮他就不好被打下来啊。对啊，他就是打完一轮就要没落，你还要等什么？啊啊，没落，没落的没落。一二三四五，然后硬是不给他玩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又一个很奇怪的，这个没了，这个压掉了，硬是不给他玩，算了，被压掉。5块，是。像我也是要没落，会消失。前面一个会无条件消失。我也是在没落，好可怜哦。
我没落是七块，没落是五块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这没有赚头哎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直接赚七块。你看看人家摸个落还有九分十分，你们有几分？七块啊。对啊，也比你多啊。对啊，你们这一个没落，一个五分，一个七分，人家九分十分。没关系啊，我前面赚的够多了。拿下一位，下一位。空间巨人。你现在可能没什么地方可以进攻的。哎，你都是自己的。对啊。你先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四个，五个，五个很好啊，五个很好，五，而且他十一个人，他十一个，巨人那种人还蛮，本身就六，比一般种大概多一到二，其他人大概都五。你要嘛就是直接空降永山的地方再打下去一层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嗯，我再打一次。对啊，再空降一次打一次，就这样子的。因为这边四个两个 OK 啊，因为不管哪边都是四个两个，就直接空降个地方。可是我只要四个，哎、欸、哦，三个啦，三个的，没错，三个，三个两个，三个两个搞定，三个两个，二四六八，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你这样对吗你？三十五分，八加七啊，所以就这样子喽。对，三下两个。今天跟李莹都是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然后七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五分，直接抓。你有做过我身体吗？没有做过，没有，你们太远了、啊，他没有做过，到没有就定住，只有定做过一圈，要摸摸一下，摸一下，他是火的，他是火的，摸一下，他就碰一次，然后现在我们三加五分负五摇，对啊，哇，那这三个谁便宜啊？反正你怎么打，怎么打都是中你啊，没差，你已经没有差，现在怎么打都一定会中到你啊。对哦，因为很已经满了、啊，每一块基本上都有人，对，都有人。哇，直接急冲，不然呢？随便啊，随便啊，没差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如果你要从旁，他如果要从旁边打的话，我有邻居的居住区，那边是可以，没有他会打那边啊，这边比较好打。对，因为渔王会打那边，或者然后他也会打那边。为什么？这边比较好打，因为这边是一比较好打，而且你场上看起来计分，这边分数比较多，所以他一定会打中的。少个两分的话，当然这边打也会啦，再怎么样从这边打呢？这边或这边啊，这两边最好打。啊，没差啦，随便啦。啊，讲是这样讲啦，你打看看。你打看看，打看看，对，啊，现在就有人要打，对，有人要打过来，现在就有人要打过来，这边就只剩这边，就跟你说打十八分哦，先打这里啊，然后再我看在这边打过去，他们也要消失了，三个干掉，他们你还没有摸到旧种族，还没有新种族还没有摸的话，他还不会消失，十五块，十五块，还没没落，一代可以赚十五块，实在是太不得了，有点掐哎、欸，一代可以赚十五。不过你打他是对的，三个，就这样，没了，没了，一直都没了。对，那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然后加上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不是对吗你？放弃其他，一个十四一个十五，我刚才十块算什么？一二三，然后你呢？你十四啊！我错了，都是余啊，还是余啊？没落五分是能没落五分，没落五分够难看的，陪打余完陪打，拿僵尸好了。不行，我要拿到十四，要拿十四，感化时间来了，终于要开始。选这个感化种族来了，好，感化种族刷两轮有机会哦，希望有机会追回来。比较难啦、啊，因为你没有打他的种族啊。没有动，我动一下就可以配稳的，没了。谁剩下什么能力啊？这样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骰骰也是，他对那个每个地都可以骰骰。感化，每个地都可以骰骰。先骰再放，对啊，这个很强，这个能力很强。感化单，哦，这是三很多，三栋都在一些很难进入的地方。高原。
勾云加一块，不算火药、哦。对，它火药就是我只能感化火的，就不能感化等着送死。城堡一块钱，你还要自相残杀？你自相残杀吗？你还要杀我干嘛？因为不杀他们，要杀我干嘛？现在我很强吗？我一点都不强。对啊，太火了。这边还有哦，原住民这边还有。啊，身体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感化一下。你讲得出来，对不起，感化你要打这里。哦，感化三区有厉害，感化三区，感化三区立刻转换。哦，所以这个会直接替换成我的一个人变成这样子。OK， 发动一次感化效果。三巨人，三巨人，可是还是都拿完了，所以是空的嘛。三区那边不是，那边是放那个食人妖人。好啦，好，等一下再说。这边这三个人吗？对。那定的是未发动一次，东西实在是很难嘛。啊，哦，是对每个人未发动一次的。不是，他只能发动一次嘛。就玩家，每个玩家一次哦。每个玩家一次，这么厉害？他有这么厉害？这么猛？对 ，one per turn per。哇。每一回合每个敌人，哇，你可以感化。哇。可是他放心的，他还是不会比你们强的。我觉得这盒其实要扣扣你们的钱。对啊，这个完全打不下。这个叫扣你们钱。想要骰啊？骰一下，骰三都可以中呢。为什么要揍我？为什么要揍我？甘道夫说：“打他。”甘道夫指着甘道夫下面的甘道夫说：“打他。”哎呀！看到一定是一手长，自己手长。你想干什么手？因为树敌太多，树敌太多，树变太多。一二三四，好，平均手。一二三四，天哪！我三都减一啊。对啊，不是三。你的农田跟山、哦，那我这边可以少一个多少一个起来。那我刚，你刚打他的时候可以，哎呦 ，sorry， 你刚打他的时候可以。那可是刚是骰零，没有骰零，他是稳稳打、啊，没关系，啊、下把就要骰一，然后就骰多给你一块地，多变等一下变多一块地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十一，我的神妖呢？被砸掉了，你刚砸掉了，被砸掉了。我第一次突破十位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哇，十一块，感动。尾盘，哎，这是第八了吗？哎，第七，第七，这样你还要乱两轮啊？好，换我投资一块钱，把亚马逊带回家。哦，亚马逊清完立马休息，天猛。哎，所以。基本上这边就你把它带回家啦，没有十四只，可是下一次十四只亚马逊，你那一个拿回家就是六块钱了，因为你一回合加二再加四块就是。开扁啊！开扁啊！开扁啊！亚马逊，我个人觉得好了，反正你已经不介意他了。对啊，已经打的已经在自暴自弃了，打的差不多了吧？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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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
那不是 name block 啊，这个有点难、啊、好啦，赌一下嘛，赌一下哦，三不可能，但零、啊、要打三，要赌煞哎，赌三太几率太低了，赌这边一样啊，一样，这骰二啊，这边骰二、啊，二二骰二、哦，对。骰二哦，骰二。甘道夫说：“甘道夫说骰二一，一就一啊，一就一啊，零零。”甘道夫说：“一立刻末路，立我不用立刻末路，可以积分前末路，你可以打。可是我前个种族就被压掉了，你前个种族有分吗？有，你的鱼人有六分，对啊，差很多呢。四五六，真的先替四个种。”就在下一次把这边杀掉、哦。如果他现在这个也没落，这个就没了，这边就没了。对，对只有那个、哦、只有那个鬼魂可以有两个。哦，所以同时间只会有一个没落种族，跟再加一个原本活跃的种族，没错、哦。所以这个如果这个没了，就全部拿掉。哦，对，是。哦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加六才十块钱而已，才十块而已，怎么跟你们比得起呀、啊？
你每回合都至少拿十你要拿四个起来。好、哦，拿起来了，这边没这么多了。好，你拿四个。白男友啊，就没什么差了，白男友。那手上四个在哪？不一定。他放丢回去。就拜拜喽。随便的。放白这也可以啊。白这也可以。这可以，因为你现在没落只有两分了，没吗？你现在没落两分，你还可以再抓两只。可。那没落。没落。啊，法师要扣掉了。法师没有，法师摆着，只是那个板子就没有用。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六。拿六块，那法师不是法师不知道拿掉吗？没有，法师就留着，没有留着就不在、会清空，会清空，是哦，都有条件消失，会清空。六，六有点硬哦。我没有空地可以打人的。第六个职业是什么？有没有啦？没有啦，没了，用完了，哦、只剩四个，只剩四个职业啦。四四十六，不会啊，因为选算四个可以选，没了就再洗啊。通常 会把剩下的再洗回去、就是我们曾经对、比如说丢弃在这个会下的、所以我的一个单位、那个就不见了，它消失了，我就少一只，对对，立刻少一只。那个动作只是因为我刚做的是感化，就是那个他跟我们世纪帝国真女，嗡嗡嗡，然后就变你，就变这样，有点啊、有点。所以吸那个什么吸血管子还是术士的，其实还蛮厉害的。了解。二，所以我现在是，那他的土人又不见了。是我这边、对，我这还有四，直接打这边就好了，打就打就低了。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不巧弄这个啊，十二十三。没有没有，他不是那个，他是沼泽跟。沼泽跟农地，我被打那边，打这边呢、这边加一碰，然后这边直接过来，这边直接过来，然后。所以这边三个就打下来了，三个打下来，然后赌骰子啊，要拼，那不能拼啊，拼要拼几个？这要四个才打得过、啊，那四没有、啊，那没有、啊，要丢人三就过了、啊，人三就过了、啊，人三就过了、啊，三很简单，三很简单，六分之一也定，扔给你看，是三号没？扔给你看，这边要扔三。这边只要扔二就可以了。不是他只要抢、要不这也是扔三了。最好扔三、这边也是扔三，那、就不如扔这边了。稳稳拿三分。没有啦，没有稳稳的啦。没有，我意思是这边已经稳拿多两分啦。对啊。然后这边，这边怎么是再一分？就是怎么样都是、就是拼骰子啊。就是、拼骰子，你家不管丢哪都是拼骰子啊。所以不如只是几率大小。当然是要杀人兼占地啊，骰到就是杀人跟占地都有的，要赌就赌大一点啊。三很简单，那拆掉这个是比较好，没有没有拆这个比较好。哇，为什么？我说拆，末路给末路还怕他给他末路嘛？这个活跃的一直感化你怎么办？活跃的感化你啊，那末路就是活跃，他会感化你啊。他只会感化你而已啊，对啊。可是没有，可是就算我把他这杀掉，他那两只还是回手上啊。一只回手，一只杀掉。对啊，回手上他等下还是可以再下来啊。反正就那就人就继续变多而已、他就从头到尾玩吸血鬼就对了，玩这个术士啊，就一直把你感化、感化、感化、然后最高好像十几个人。没那么多了，剩一回合而已。哦，对啊，剩一回合，只剩一回合，是啊。骰三很简单，是吧？骰三很简单。再筛两次，对啊，我们可以剪接，好、可以剪接一下。其实三甘道夫说三，对，你看甘道夫说三，就给他放下去了。零，注定是吗？我筛一下，那个拿那个二十面筛给我，我筛一下。二十面筛只能筛到三，哇，天啊，几率更低了。这样，所以我这只剩两只吧，就剩这两只。一二三四，这四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，输定了，你对吗？输定了，还有十三，还有十三耶。
他零用钱 要多加两个零哦。这样还有多加两个零就没了吧？也要换你的，就算输也要输到最后。真的烫，输是吗？其实输有时候没什么梗的，要玩家团结。就是现在不团结。你那个四分的那个矮人就这样放着，我不动不了，我不能改花他。你刚打对不对？你就打了，他这样动不了，重点是那个矮人动不了。啊，这一局其实定我能确定为目标。叮，又变你的。你看，哦哦哦哦，打过去了，终于都是三句了，三句了，我打农田跟丘陵减一啊，这里只要一个减一啊，这里只要一个农田跟丘陵，哦，这是丘陵、啊，它是空地啊，哦，哇，还进步了，哇，这个是森林嘛，这个是森林，对，就继续往上打，你有两个吗？我可以不好意思，刚升顶一回赚多少？啊，十五块不是吗？他赚最多啊，整场他赚最多十五块。那扣他的钱，因为我用便宜啊。他才赚十四块，刚刚是零点十五块，是。他说话了，那就继续杀他。大法师干扰巫说要杀，干扰巫大法师说下令了，打他。打。我就不管多少，我就上山也要揍他。上山也要揍他，塞一吗？这样也不会赢，我还要丢一，我还不如再拿一块钱。哦、一个人上去赌啊，赌二而已啊，不赌三的。那边哦，赌那边减一啊。你这边不是少一吗？他这边也减一啊，减哦，他那边也减一啊，没差、哦。这个压力稍稍小一点，对啊，再轻一点。对不起，大法师。大法师，各打一拳。在他手上，不好意思，所以这边要丢，丢一就好，丢一吗？你空地啊，减一啊，丢一就好，二上，丢一就好，减一就好，减一，对他来讲减一啊，进攻减一啊，所以丢二上，假装他不存在，就是二，对，假装他不存在，没错，丢一啦，对吧？丢一就好了。没中，哎，你敢打他？大法师说敢打他，对不起。你要分配吗？两只，两只你要分配吗？我还有一只，定喜欢农田，我就霸占农田。还有什么？那找地啊，找地，他还有找地，他还喜欢找地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就看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太过分了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我感谢。哇，十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打的就是你。赶十分以上，亚马逊生气了。亚马逊还有这么多人可以进攻，啊、怎么打？还不都打我？我不会打你的，这回不打你。你看那个巨人，你有吗？那巨人看到就不想打了。揍！哎、欸，你这边两个人吗？靠腰。亚马逊三。啊，不发抖啊，还是得揍，没办法的。这个比较特别，在攻击前先丢骰子，是同于你这次攻击动作额外增加的一个虚拟战斗力。哦，其实你是假设定你想打这个，你可以先丢。好了，先回收四个，但是最少还是要派一个。啊，不用回收了，然后直接末路了，直接也不用啊，还末路战。不过你直接摸了下轮还可以再穿一轮，还可以再动一次。对，所以你没有差，可是你的是你前面那个没了，可是那不行啊，你这样六分就没了。我在那边四块钱，我靠那边有四块啊，没有这边也六块，这边也六块。二四二四六七这边。哎，身体比较快啊，弹比较快，那我就不能，那我就不能摸多了，那我就不能摸多。你不能摸多，等下还可以再打一次，因为你有八个。对啊，二四六七，你有七个可以打。好吧，就先这样吧。你这样分数很高哦，这样不低的。二四六七二。4673，哇！13。听说农地很危险，所以要多放一个。你要放这个啦，他等下就赶紧感化掉了。哦，对哦，这样子还行。对啊。所以我要这边挡住。放个手就好了。是三块。我就一路挡住。这开就跟我回家了。哇，就我的不屈根本用不到啊！所以一场就没了，不屈用不到，对，暂时没有了。所以我又有两块。没，因为你那个太多了，他们没有人打。婚后结束。
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和平哥。和平哥。没有，这个。你可以操控两个末路。所以这个种族，这个需要比较早的。你没落的时候才有效果，你没落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用。对，可是你现在选它，基本上已经没办法没落了。人家选它是为了赚四块钱的。如果今天这个又配到那个食尸鬼，就会有九只嘛，就会某一个没落还可以玩，同时还玩过九只僵尸。食尸鬼，指定一个等于是。每回有指定一个新的玩家，他那回完全不能打你，能重复吗？你可以不断的每一轮换一个新的目标选，或者说假设定你说一万不准揍我，除非你揍我的朋友就完全不能打你，就一整轮完全不能打。但除非你主动打我，通常不会主动打，对，因为你希望和平哥的效果发生。所以到处都是人，没有就是会哦对，然后基本上你要你想一下，刚刚谁分数比较高？可以啊，可以不特定的选一个，都很高啊，都很高，他们两个最高，定啊。可是我只有他的很多哈，没有就默默的从这边走了，那边都是人，这边都是哎，他这个杀两个拿一个是下一轮。都在防御阶段，哦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杀两人多一点，马上再用。他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杀多少人？我要懂了，全部徒弟都有人，全部都有人，不可能不靠近。我就想加哈比，他会，他就打我啦。哇，我被揍了，靠近你们，被揍了，被揍哦，聪明。但和这个哈比屯，他会在什么时候先决定这两个放哪？是不是？我有点忘了。放好像不能换，先出生就要换了。我记得是，的确是不能出生就要换了。可是是怎么决定？没有，还不会选到他。不能打那个两个地方吗？我就自己在这边很开心。没问题，打掉哦。也是无敌的意思。所以就一二三，然后加能力两块五块，然后再加你没落的是巨人一二三四四加五九块哦，少了一点呢。他少了一点呢，现在降到十位，所以现在换对啊，九块钱。哦 ，first to range， 所以如果守两地前面两个，我只剩一个还是 first？ 哦，对啊，那边剩两块，因为现在农夫也不多了，现在被打掉就是回到那里打掉，对啊，对啊，什么时候会缴回来？打被打掉，我是觉得你可以没落的啦，因为你现在进攻也不是办法。你的那个什么四分，现在只剩六。八分，这回什么都不做。你这回顶多打一块地，那下回继续被他感化。鱼丸换的话，鱼丸继续感化你。八分，如果跟我单人的话，因为你人太少了，现在重点是你人太少，他没落没能力啊，就是少两块。可是他现在没落，他等一下就应该再选一个一次而已。对啊，就最后赌最后一次啊，赌最后一次，赌最后一次，那边都没有加分的那个哦职业也是的。而且我等下用这个，它也是下回合已经没有。对啊，对。二四啊，约定后回家，你多人没有用。对，二四六八十，它其实不没落有十分呢。十分？没有吧？八分吗？你三被打掉了吗？三这个被我打掉了，剩一个吗？剩一个两块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再顶多再打一块地，九十，顶多再打那边，顶多打这一块或是那一块，这块吧，都一样的，都是农田的。而且还打不赢，他三个人还打不赢，一样，这打这个意思一样，都要四分。对啊，就是骰一以上，骰一以上，我刚好都没有骰。你跟你的国家被四分五裂了，你真的是厉害。对啊，我心机很重。好像是有三分。法师说打热，我就好打。我的手根本没有被感化，我被吹灭了。对啊，我的手为什么这个不受控制？大法是指那里，就是打那里。天晴的天晴，天晴天爽。红山下河顶多多。你下河有那边都十一，你可以打三个。啊，我们快结束这场游戏吧，最后一场就拼这一回合，揍我揍大法师还是揍鱼丸？你要拼这一回合，是六八十，就是拼十，你
现在就是至少八分，就再多拼两分。对啊，拼两分。下一回合，哎，你不管丢哪边都是要闪。嗯。下一回，而且下一回合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干。对啊。看你啦。嗯。因为现在选的没落的话就只剩一回合啦，现少三分，对啊，少两分啦，少现在少两分、啊，可是没有现在啊，对，梦少很多分，我、啊、现在少一少五分，少三，对，一二三五分，少现在没落就少五分，对啊，就打谁？你要赌农，你要拼吗？一个是打我不用拼，稳稳赚一块；一个是打拼一多赚一块，拼的。大法师请指示。一大法师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你喜欢过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很难。欸”你已经了解了，二分之一很难。你说就有跟没有？对，你已经了解了，二分之一还有二分之一啊？实际上丢起来是六分之一耶，没有啦，那个二，他这样丢一了，不知道丢一而已啊，很难，哎呦中了，死掉一个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，好紧张，来分配一下嘛，所以多两块钱，这边十块，变十块，变十块，守农地啊，你不要让这个被赶货啊，那赶货就什么都没啊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意思一样，随便他的，对吧？被感化你也没差、啊，最后一回合。嗡嗡嗡，来拿去嗡的，去嗡的，嗡谁？嗡这一只？嗡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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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森林。我觉得三个打回去，打他，打他。你要打什么？你要打龙帝跟那个、啊？他分数第二高哎、欸，你不打他、啊？我他们吧，一二名在那边吧。我怎么？那不然就是那边啊，三那边啊。我是有我前两名，十块钱很多，我这边都是一块十块而已、啊，十块、欸，什么？这是十块，你有没有查实？随便叠的，随便叠，随便叠叠的，所以啊，随便叠的，一下面都是十，一下面都是十，随便叠，这样就赢了，哦，随便叠，你现在懂什么叫随便叠了？我打秋林跟多少一，一块有啊，就说这我真的后来我太不专心了，我没有去感受。两个就打了，两个人打，然后一个拼骰子啊，拼骰子，要拼二，拼二啊，拼二啊，哎呦，减一耶，你居然在，所以这样拼一一样，这小样的拼一，哦，大法师请开始，阿林，捐香油钱，他们加一，那你没有捐，我觉得难道不先丢，有种你就丢，哎呦，价值我，有种就丢。啊！所以、欸、因为你只捐一块，可是一块啊，一块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最后又打到，哇、啊！分数后来居上啊，你就剩下一个可以分配。没差了，这轮轮就没有了，没了，没了，这轮轮没差了啦。定还是拿？你已经没差了，找不着，那打不过去了啦，因为打不过来，好吧？那我最后那边补放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哇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不会就这样子追上啊！哇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因为那梦幻刚刚放过你，我放过你啊！因为你那层再累真的不好打，三这打完直接没落，谁敢打你？他不亲那个法师，不敢亲法师，不敢。这个打不过啊，打不过呀！这三这个山寨就很讨厌啊！有没有鱼丸？是不是？我就跟你讲，巨人终极拿巨人就对了。山寨真的很讨厌，这个是。超强的，真的，因为你二哎、欸，二的话要四只才能打。巨人也是啊，巨人会占你三的地方也是很讨厌的，你不会想打他。不过三比较分散，他还可以。揍不知道揍谁，揍鱼丸的对，反正揍鱼丸他也不会阻止他赚分的。没有，他没有分数了。对啊，没分数的、啊，所以我只是为了占领地而揍他而已。啊，随便的、啊。大法师说不重要的。三啊，对不对？不重要。退四个，哎、欸，退四个刚刚好，你手都不用手。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哇，勉强赚十三分，好危，好勉强啊！啊，没落，喊没落，立马喊没落，不行的，喊没落翻你们，可以啦，不行，
不行啊，那边就清空的、啊，帮他们哎、欸。他那个鱼人已经帮他转三轮了、欸。对啊，六分六分，对，六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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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分啊，换你啊，随便你们打，没差，随便你们打。也没有事情啊。就鱼人，就鱼人其实就，你刚刚两块有加吗？有啊，那个时候有加。炼金术这个时候也会接啊，就这样子啊，一二三四五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然后加那个三巨人嘛，八九十，十一，十一块。OK， 哇，这样都还十一哦，你对吗？每一轮都十分，每一轮都十分，几乎。没有啊，你只能够杀一只而已，杀没有还不够吧？没有，就这个两，哎，那个是两，不够啊，他没有地方减一啊。啊，你那当然是赌农田啊，赌农田，赌农田跟沼地啊，没有办法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都没有吗？这里啊，然后被清掉了，被清掉了，哇 ，GG， 只能够随便，你就随便随便找地方啊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就六分嘛，就是至少六分，对啊，就只能够选一个，然后打，然后就停啊，对啊，来大家积分，投资箱有钱。投一块赚一块吗？投一块赚不掉一块，给你讲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投箱有钱，搞不好哇，五块钱哎，你要先投，投才算数，投才算数。你可以先付过路费，然后过来。哎，不行哎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就算借过一下，该付的钱都要付。你付撒一到，你撒一就中。就跟你说付多六块，你就只付三块，你怪谁嘞？去去，好了，把你拿六块，拿六块给他，六分，拿六块给他啊！算分算分，好算分算分，谁先算 ？OK， 好，来计分，来，我们先拿个五十块出来吧。计分，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要十块十块，我们直接五十块拿出来一些。Cindy 放块，我当中没有看到，他都没看到。来第一个十分，是要干嘛？五十块先缴出来，先缴五十元的基本入场费，先交五十，没有五十分就退场了，不用了。三是，这是有录音的，有五十。我们确认一下，请大家先交五十分，不要下面藏个一块。对，不然藏一块。进场要玩五十元，门票五十，门票五十，摆在桌子下面就好了，摆在你那个位置，对，摆那边就可以。摆在这边有空地就可以，被拍得到就好。来那个。哦，大家都缴入门了，都缴入门了。那我觉得再缴，我推荐再缴二十块。那个鱼丸你要压吗？你要加跟多少吗？你对你决定你要跟多少？我有那么你最输，你决定。你要跟多少？我觉得要跟多少？给他决定。好紧张哦！你要宣言多少？我至少十块。你要二十，你要二十，来，好加跟进二十。梦幻你要跟二十，兄弟呢？哦，他拿出五块钱了，他没有十了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哦。哎，战术，用五块钱骗你，他这边也拿五块钱了，定也拿五块，好啦，也是啊。鱼丸，你还要大家都跟了，你还要加码多少？加十块，没问题，我也跟进十块，加十，梦幻十块，一块都出来了，一块是怎么回事？这样也可以玩，十块我也用。要十块哦，十块，3331，3331，然后这边定的，啊什么多少钱？十块，他放漂亮一点，333，你也3331，零零，你也是3331，哦，大家都有，那就下一轮，你要做到出大还出小啊？接下来出大一点吧，鱼丸要加码多少？尾加要出来的吗？尾加15块，15块杀了，拼了，杀了，一二三四五。十，十五块哦，梦幻跟上了，梦幻跟上了，没有了，十四哇，尾加出来了，尾加出来了，9块，哦，这才是尾加，鱼丸赢的，鱼丸赢两分，鱼丸赢两分，我第二名，哦，最后三轮，你看是不是14，哦，就95啊，95啊，一个刚刚说后来自己都不专心，对啊，就第一名了。策略正确，策略啊！鱼丸赢了，赢了两块钱，我赢了。从游戏一开始就是心机了，对啊，对，我第二名嘛，然后第三、第四，身体第三，恭喜鱼丸获得今天张张胜利。你们两个差多少？其实差不多，差一点点，两块一个，89而已，对啊，就差四分，根本就没差多少，差这边对啊，14，哎，差五分了。其实没有差多少，因为最后这分数不会差太多。对啊，没有，其实有时候差很多，有时候
差距会再大一点点。对，正常来讲差距比较大。你跟他差距蛮多的啊。多少？差不到十分啊，有差很多。六分。差不到十分，很低耶、欸。我八十九还是九十七？对啊。八。差不到十分诶、欸。二四六八九九七，对，差八分。九五。八分其实就大概差一轮而已啊，差一轮而已。那当可能因为两。他刚刚是比较可惜，因为他前面这个没有没落，他就硬一回合。要没落？没有，结果你们公关没有做好，你被他搞掉了。公关没做好。对啊，你看那个一直他这个一直弄你啊。你感化感化的弄你很爽 啊， 弄你 啊， 對啊。所以你知道弄你的人在那边弄你的。弄到他感化就对一格就直接减一了，然后这边就继续减一，他等于有免费有这种花几块地在减一了。农田跟那个丘陵啊，可是很对他来讲，一个人也对他来讲是直接免费变成我的啊。嗯，所以很多地方都对他来讲都是减一啊。神奇啊！都是你在声控，声控没有啊？声控，声控获胜吧？啊，声控获胜啊！可以录影结束了。啊，你有什么心得感想？新朋友，你们会再玩一次吗？是第一次玩命，就再玩一次。哦，下次吧。下次坏人干掉，把坏人干掉，上诉吗？下次我不会再玩。